己的前任分开，强强联手组合成了现在的这一对实力非常强的这么一个组合，今年就拿到了俄罗斯全国冠军。
斯选手巴扎洛娃和拉里奥诺夫。在今年的欧锦赛上，他们是获得了第三名。刚才他们选择的对话音乐是来自于1998年的美国电影《雪面人》。那么这部电影的配乐带着很浓厚的巴洛克时期的古典音乐气息，它的风格气势雄浑，荡气回肠。这对选手的短节目大家可能印象就比较深，他们属于那种难度型的选手，就是他们的节目编排相当难，他们选择的动作比较应该说是有难度的。比如说他选择的抛跳用的是飞利浦的三周抛跳，难度是和勾手一样，5.5。那么他们的单跳是后外点冰的三周，但是刚才出问题就是男孩这个动作跌倒。在总决赛上他们也是这个动作出了问题，其他的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的。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后外点名三周，看男选手在周数够的情况下是在4.0的分值上减三，最后还要追加扣掉一分，托举完成的非常好，姿势变化很流畅，很轻盈，有难度，意想不到的落。这是第二个抛跳，后外结环三周的抛跳。这次飞利浦三周跳他们也做得不错，因为今年呢在分站赛当中他们这个动作出现了问题，跌倒。螺旋线，螺旋线他们采用的这个是前内螺旋线。这次俄罗斯的两队选手比完，自由滑都没有干净的滑完，都出现了重大失误。一个在单跳上，川口他们是在抛跳上，在他们之后还有一对俄罗斯选手要上场。好，来看一下巴扎洛娃和拉里奥诺夫，他们还是很年轻的，第二次参加世锦赛，去年是排在第8，也比过温哥华冬奥会，当时是排在第11位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对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巴扎洛娃和拉里奥诺夫自由滑成绩。短节目他们是排第4的，技术分62.29，节目内容分是61.20，跌倒一次追加扣掉一分，122.49，自由滑排名第4，加上他们短节目也是排在第4。来看看现在总分是排名情况，排名第4，现在排前3的是德国、中国和俄罗斯。现在俄罗斯呢是已经。